2011年10月5号，我们来到Cohoes，它号称是仅次于 Cohoes 的大瀑布。前一阵子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，丰沛的雨水让这个瀑布呢有了充足的水分，让我们今天看到这么样巨大壮观的。喂，你 Hello， 阿弟。